开始是当当你的发哥忘掉，但是讲哪会这尔拄好去拄到伊？刘备，董事长，外边有一个无人利用，你也唔过一直三百人的机密。姚母，真久无看，敢会认得我？ 哈哈哈！哈，这位先生，你袂当这样凊彩就来了。无紧啦 ，Kevin， 这人我熟悉，你先出去。是。哇，业务啊，赶紧哦，我真气派的哦。哎，你看你。 有啥人想会到啊？当初是去当咱们阿铁，我走出来老细，如今变成一个大头家。哦，你甲信强两个人发展这么紧，我是想要看袂到恁的车尾灯。八哥，你太客气啊！看你的清茶嘛，知影讲你的事业一定做到真成功。人家咱做伙食饭哦，我过来好好甲你请教的。今仔这尼啊客气，为什么迄天拄着我，就好连拍都无拍，我头做你走。 干母，我想应该是我着急办代志，所以一时无甲发哥你连出来。哦，是安尼哦。是讲咱两个遮侪年无联络啊，无啉出来嘛算合理啦。也毋过我常常即摆看着你，真正怀念呢。当年恁三兄弟啊，替我去谈论亚洲一趟，结果只有你甲信强两个人倒来交会，我着感觉真奇怪。 后来我受听人咧讲啦，另外一个兄弟是因为出代志了后才无回来。要不啊，敢讲恁乌食乌，两个人本钱分较济啊？大哥，请问你是对倒位听到这种传说？到三个人是伫咧关圣殿骨面头前酒桌的，所以哪有可能有啥物乌食乌的代志啊？ 原来我听到的话拢是真的哦，恁真正三兄弟也去哦，啊那恁两个发展了？发哥哪会突然间提起这件代志？伊到底知影偌济？好了，当当年鬼用乌食乌，阮就出意外了。啊，像阮这种提名伫咧趁钱的，咧出外进前，倒都拢心内有数，这都是阮这种歹命人的悲哀啦。 哎呀，非得你即摆嘛拢经过对无？如今是一个大老板、大头家呢，当初的付出嘛算有价值，敢毋是？八哥，你今日找我到底什么代志？我煞袂记啊！<笑>哎呀，来来来，这张吼是我的面子啦吼，来，这我的公司啦。 我专门咧做投资信贷的，前阵仔听讲你为着买土地，四处咧装钱，可惜你无拄着我。要若无凭咱两个交情，我绝对算上计的先互你啦。<笑>你后头有啥物需要吼，免客气，知无？<笑>你即马这是啥物表情啊？哎呦，我说袂记的，你是大头家，才有钱，你无可能需要啦。迄若找我的人，绝对无好康。 要若无，啥物故事啊？吼，咱用食饭嘛可以啊。咱用功投资呢，尤其即马即块建筑的当咧夯，看会得分我淡薄仔甜头。<笑>当然，另外，董事长，祝贺你来啊！祝贺你呐，你好。请问你是？ 老俊发，人人叫我发哥，有闲人讲咱就开讲，哈、啊。要不啊，你先无闲，我先来。我听孙讲，当当年我从金辉啊，他伫山间的代志，只有我甲大兄知影。敢讲发哥也知影啥？老母，你是安怎？
拄则迄人是啥啊？无啦，以前的朋友来看我，无啥重要啦。老叔，你是毋是要问我讲陈小春的代志进行到啥款啦？就算讲我甲大兄未将过去的代志讲出来，啊，不过今麦发哥出现，就真歹讲啦。我想要弥补振辉的母子，但是万一陈家的人知影是我将振辉的态度山砍的，敢会原谅我？不用的，即马我都要先甲孙丽红徛江边，安尼我才有法度保护我家己。看起来不得丢毒哦，动作我无来过。等下，我当然是爱选你甲你徛江边嘛，所以请你给我淡薄时间，答应你的，我一定做我到。莫让我等太久。振辉，是的，因为我的自私，只有拆散恁查某囝的幸福，请你原谅我。未来五年，我认为大捷建设唔爱开发一般的住宅，嘛爱开发商业不动产的经营、健康管理，还有商务旅馆，一寡较多元的业务。以资产多样化、营运多角化来作为经营策略。董事长，我拄只讲的，敢有倒位需要改进？你报告了真好，小春，你对大捷建设的规划和对未来充满期待。其实我突然间想到，讲咱公司有一挂基本上的问题，若是拢无法度解决，就算我将来规划要来搁较好，恐惊嘛无法度顺利来执行，所以我实在想到是生气啊。董事长，敢是伫烦恼土地？你确实是真清楚咱公司的状况，无唔对，建设公司上重要的就是爱土地啦。即边咱若是有这个机会来标到精华区的这个土地，咱愿望唔只会当来实现。头一边咱真成功无唔对，但是我嘛知影咱有真侪同行咧看咱的笑话，也认为讲咱这是好运。这个 case 做了后，咱都未够任何的机会啊。董事长，之前我有提一份计划书给方总监，那是全台湾所有土地潜力综合分析，我会继续追踪。啊，不过土地的取得可能无多遐尼紧，你可能要花一挂时间。我知影啦，是我想过着急啊。你讲了对，咱做生意都要照起工来，真紧是拢破碗。你继续。董事长，你即卖意思是你无拍算要继续干来上？谁跟你插嘴？你即卖是咧讲什么话啊？歹势啦，啊！只是董事长你讲的土地，我着。伊的土地是偌了不起啊！迄个赖尚是用鼻孔咧看人的啦，我无想要糟蹋袂用的哦。请问董事长，这位赖尚是？伊是一个地主啦，啊！伊的手头是有真侪土地，而且拢伫个真好个所在，真好个地点。说煞起来，我无想要甲有任何的交叉啦，讲我真嘛无效。我伫个盛发遐尼侪年，大部分的大地主我拢知影，啊，不过这位赖尚我无听过呢。这位赖尚伊地主的登记拢是登记咧伊的亲戚，还佮朋友遐。只是讲我会当确定的是，只有伊讲才准算，算是一个真神秘的庄稼人。我嘛是经过朋友介绍才熟悉伊的，恁捌听过？这真正常啦。请问董事长，敢会当让我去见赖尚？你想要见赖尚？这董事长有次有机会啊，无你甲以后缘分也到啊，自然就有机会当合作啊。小春，那讲你是过去盛发集团的第一阵仗，这真正是一点啊都拢无唔对啦。
你真正让我感觉着讲，你来阮公司做开发部的协理，真正是足有价值的。那安尼讲起来，董事长你是答应啊？我来安排。好啦，今日报告就到这就好啊。我会请客编准备一寡跟赖厂有关的资料给你。多谢董事长。董事长，看起来鱼仔真硬嘞。你是咧怀疑啥啦？即摆才打要开始啦。即便你也照我讲的去做，袂当有任何的差错啦。上重要的，小春即个若是任何一点点仔的气角，我讲我是会剥你的皮啦。是。对啊。金辉，真歹势，我实在是不得已。赖上，我哪拢无听过啦？土地开发的代志哦，我甲阮爸之前已经讲过真侪摆安尼，从来无听过什么赖上。敢咪是之前的合作拢讲无成，所以恁爸歹势甲你讲。你莫甲代志想安遐尼简单啦。阮爸工地出身的呢，什么款的人无交手过，钱拢无遐多，可见这赖上真歹溜了啦。还是卖给我。你就让我试看卖嘛，加加就是搁一届失败尔，但也没有什么损失。啊，不过我这个开发部协理，不是专门来这办公室的。你甲董事长用我，就是因为我有能力，那安尼我当然应该好好表现啊。安尼我陪你去啦。不用啊，你若是陪我去，到时阵公司的人又搁要讲闲话啊。你着做好你总监的工课就好。好啦，就安尼决定。啊，调组有给我一寡内线的资料，我先等来公司做功课。来啦，咱做伙转去。你是跟屁虫哦？你无爱让我跟你做伙去讲生理，至少给我看资料，我会使给你一寡意见啦。你莫忘记，你爱买父亲节礼物。你袂当有我这个女朋友，就袂去家己爸爸。你讲到这哦，我想来想去也着想无，阮爸欠啥呢？阮爸比我较有钱啊，还有啥物物件买无啦？伊需要的是你的孝心嘛，佮有关心。所以偌济钱无重要，上重要的是你的心意。所以，就算是一个大心的小礼物，伊嘛会真感动。我啥物拢讲袂赢你的，因为我讲的真有道理啊。太认真了，父亲节礼物呢？我想要送给我这个机会。好啦，我想到来公司，再跟你讲好消息。跟你卡说你。嗯。对吧？那这赖上是什么款的背景？这我嘛不是最清楚的。我只听董事长讲过一两顿啊。我靠，阮爸问看麦。哎，总监，董事长即摆应该开会啦，我想应该无方便接电话。